所以预备号六号杨敬敏，七号朱浩也休息超过一个月的时间，应该说是休养。是，现在阿敏也进来，但得分最多的一支球队。大家今天在游戏区这一块的，我看到这边，哇这一球，朱浩给阿敏，再塞进去给博智绕过篮筐，哎呀，阿敏单手投进，这样，梅里高慢下来给远边，阿敏带步之后的中距离出手，进，哇，这刘海啊，这球。哇！直接被篮筐给吸进去啊！对，哇！原来篮筐也这么轻易的被阿敏给迷惑了。哎，我刚刚看到这一球，哇，非常漂亮的跳投，直接被篮筐给吸住。吸走，吸走。哇！小黑，速度非常快，但发生了失误。阿敏，外线，哎呀，不但投进，而且是一记三分球。好，首节打完之后呢，国王队的得分已经来到了32分，比工程师在各战有优势。没错，弟弟，哇，小心吊球。但是现场哇，看的是非常的过瘾啊，两边的防守都非常的卖力，半场打扫，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。再给阿敏，跳得非常高。哦，工程师要暂停了哦，因为这期主题日，安子 C 客家主题日在。28的比赛当天，谢谢在座的，谢谢我们的翻身跳投得分，底线海燕的机会，三分终于投。